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哦，干，离我远一点。哦，我很远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最近有没有去阿公店？没有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确定。那你去什么阿婆店？阿婆店。不要乱讲话，要被抓走，好不好？现在疫情时期要记得戴口罩。你看我们这个旁边折起来有没有大结？它就会砰砰的，像奶罩一样，有没有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这是美国 CDC 嘛？干这么高级哦，你呛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试过了，我试过了。反正就像蓬起来像奶罩一样，好不好？像我有时候哦，摩擦会过敏，没有办法，一定要戴，所以就把它弄蓬一点，比较不会在鼻子那边摩擦摩擦。哦，是鼻子哦，我以为是别的地方。哪个地方？嘴巴。哦，我会过敏，会怕卡丘嘛？哎呀，要做好防疫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每一集哦都会出现酒精、口罩，好，这些东西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欢迎收看我们这一集的，你要卖多少？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叫做啥？侧面有血，你看贴这么漂亮，漂亮。挂金冲哎哎哎，还会反光有没有？挂金冲哎，哇 ！Fire Lady，Fire Lady，Z Zdo。Zdo， 七龙珠 Zdo， 想要现在是什么东西？前面加一个真，好真三国无双，比如说这个真泰山小宝贝，那假的了。好，要不然就是这个泰山小宝贝 EX，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加强版嘛。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什么？来来，泰山小宝贝改，有没有？要改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什么？换你，换你，我讲三个了。泰山小宝贝烘改，好，什么看什么叫烘改来？哪个烘？轰，轰隆的轰啊，三个车有这个东西吗？有啊，真的吗？更加强了。2009年的哈，3700Z， 今天终于来到我们店里。我买过350Z， 但我没有买过3700Z， 所以今天这个我也是属于阿基美德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估这个车，所以跟着大家一起研究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哦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收车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的小心。这个潮水退了，妈的，你是被潮水淹没带走，还是你会留在原地？不太一定。那留在原地有没有穿裤子还不知道哦。哦，对。所以现在这个投资啊，风险都是偏高。你看一下股市一片惨绿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梗图，大家在坐电梯，然后说：“哎，不要再看股票了，因为每个人脸都绿的，有没有？”好，好像妈鬼片一样。所以这个美美哈，美美加币啊哈，美美当这个经济哈发生这种股票崩跌啦，还是现在疫情的关系，经济停顿之后，有可能哦车价会掉一波，可是哈也有可能是反向。你看，像现在有一些疫情的关系，有一些股票就逆势在成长，航运啊、货柜啊那种，制造业啊，好都逆势成长。所以其实这还不太一定，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疫情，大家不喜欢坐这个大众运输系统，反而造成这个车市大好？好，问题来了，缺晶片怎么办？会不会造成二手车市大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，新车交不出来啊！哎，干，现在就疫情，我就要车了，我不想搭捷运了。结果去新车，每个都跟我讲要等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他妈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他妈我都不知道确诊了没，我怎么等得下去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天哪！那哇，伤口被酒精割掉，哦，好痛哦！啊，这看他点的快干，你知道？我知。哦，够甜哎。搞不好二手车会不会这个逆势成长？也不一定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步棋都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小心。话不多说，这个开场5分钟够了，我们就直接估车。我看一下2009吧。当初他传照片给我看，我看到这个漆面，我特别喜欢，特爱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特爱吗？这一看就是要贴膜，对不对？贴的啊。哦，它贴的像阿鲁米一样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它真的这个前车主哦，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示范，如何花一点钱把一个不死丑女哦变成一个美女。它原本是银色的，有没有？这种跑车，我无论你放在什么车款上面，我比如说86如果银色的啊、哦，比如说 SLK， 我们上次 SL 如果是银色的啊、哦，或者是这个 C Class Coupe M3 银色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很鸟？超鸟，对不对？可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膜贴下去，马上这个质感倍增，这个钱花的超级值得，我觉得啦，真的啦，它真的是把一块这个璞玉发挥到淋漓尽致，而且这种车银色出去，车商真的是人见人不爱，看到见面先减50000，你懂？意思吗？因为这种跑车啊，如果是这种银色的话，真的是美地良田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第一步他传照片给我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他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阿鲁米的质感，有没有？还不错，好，消光赢。我先来看一下里程数哈，啊，他其实传给我了啦，我还是要给你们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里程数太高，我就叫边来啊。我想现在疫情关系，你站远一点，我们尽量要这个
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所以说他一传来，如果里程特多，跑18万、16万，我们就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对，对不对？不要来。首先这个行照喷一下，钥匙喷一下哈，我刚忘记喷门把了。去我的天啊！哦，这个我再次宣导一次，我们这个酒精虽然原本75发，可是我们稀释再稀释，怕会破坏车的内装。我看到这里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破坏内装没关系。嗯，你看它这里都裂开了。要裂开，我看，这不是原厂的痕迹呢，啊，它裂得很像原厂结合的点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它是这裂开，你看哦，它都软软，都黏黏的，这个都裂开，环保材质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个年代哈，2009年呐，哈，不知道妈大家在吵什么，好，就可能那个年代正好在吵一些环保议题，所以不是只有尼桑那个年代的尼桑哦，那个年代包含马自达、Toyota、Lexus 都会有这个问题，你有发现？有啊。好，那约莫在2008年的左右，好，那时候不知道大家在吵什么环保议题，所以大家出来的东西都大概会有这种情形。这个东西等一下要原厂问一下，第一个有没有料换，第二个要多少钱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这个我们最好跟他杀价的工具。那我记得他跟我说跑8万多公里，哇，没这么容易哦，这么快？真的啊？不可能吧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在这里，在那边，这里有，怎么在那边？我想啊，那个尼桑那时候都在这边呢、啊，可是它只有椅背跟那个椅座了，前后而已啊，高低的话就是用转盘的，它这个是半套的，1、2、3、4、4项而已，四项电动座椅。好，扒去 ，iKey 哦。当跟我盖哦吼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跟那个那时候的 F-35我们好像介绍过，它是连仪表板跟得动，有没有？跑85000公里，来给你拍一下，哇，这个就是这个换挡快播哈，哦，这边有个 VDC off 哈、哦，关掉你就可以甩尾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后轮驱动，然后你看它这很特别，它这也设计一个这个放钥匙的地方，跟你放钥匙。对，它虽然是 iKey， 它虽然是 iKey， 有没有？好，这边设计一个洞给你放钥匙。那椅子的状况也还不错哦。哎呦，我想现在估车看它上面有口罩，觉得很恶心，你不觉得吗？那口罩现在很像医疗废弃物的感觉。是啊，路上到处都是，干超恶心的。看到女孩子的奶罩，我还不会有这种感觉，还想拿下来闻一下。哦，它真很帅，你看中间有像三环表的设计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油温嘛，电压表嘛，你看连这里都裂了，有没有？对、啊，有没有？这都裂了。哦，啊，水温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水温是用这个两排点点点，这是油箱嘛，它、啊、这个是水温，它是用一点一点，哇，这很帅，很像 LED 灯这样，噔噔噔噔噔，好不好？刚才黑，嘿，超级变黑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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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看，我看一下那个，噔噔，我依照上爱看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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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啊，噔噔啊，那类似这样哦，那一颗 LED 的，还蛮帅的哈、哦，黑天棚哦，然后你看它这个很贴心的是，它这个双人座椅前说很难拉安全带嘛，对，所以它有做一个支撑的架子，这样都比那个192好多了，192设计跟东西推出啊，妈到最后推不到也没屁用哦，你不如做一个架子给我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好，啊这个又跟他买了嘛，不用看了，看看还是要看的、啊，不行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螺丝哦，好，没事，看完了。那、啊、这里面是有一点反皮的，这里门没事了哈、哦。我真的觉得哦，这个车主我等一下去见识一下，真的是 sense 不错，很温诚、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我们想做的事情。哇，轮胎比较旧哦，轮胎是16年。哦，也稍微磨得比较平，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安全。灯借我照一下，我看变镜有没有改回到这边。没有，原厂的税哦，好，很好，我喜欢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哈、哦，很多人会以为我们进车喜欢有改避震器，其实我不喜欢，因为你喜欢的硬度跟我喜欢的硬度不一样。对啊，我买回来啊，你有改避震器，跟我说你花3万、花5万、花8万，然后妈我坐起来觉得太硬、太软都没用，所以我还希望原装的是最好、最安全。这个当初哦，台湾总代理的新车是200，我记得是230左右。328匹，然后37公斤米的扭力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可是现在哦，只有小改款而已哦，好像长得还是一样哦。2009年到现在，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好像才卖198万而已。好、哦、啊 ，V6 VQ37 嘛 ，VQ37 就是用 VQ35 下去改的嘛，增加那个扬程嘛，排气量嘛，然后之后这个加入这个 VVDI 可变器嘛，哦，然后就比较省油，马力更强这样。这边有两个嘛，一个是 Battery 嘛，啊，一个是这个 Black Fluid。Fluid 刹车油有没有？那边是电池，对，那边是电池。菲瑞丽这个车，我记得最早我们在看那个漫画，
One案是不是？里面有台 Fair Lady， 它1969年就开始出产第一代 Fair Lady， 好吧？我在这边看小事长知识啊。Fair Lady 为什么这个车取名叫 Fair Lady？ 你知不知道？我先问你 ，Fair Lady 是什么意思？妖精女王。啊？妖精女王？什么？妖精女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窈窕淑女的意思。是吗？对，尼桑汽车有一个在美国的外派的干部，他们正在想说要在美国推出一台跑车，啊，不知道取什么名字。后来他刚好去看了一个音乐剧，叫做《My Fair Lady》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名字拿出来。据说是这样。据说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反正我们就跟那个老高一样嘛，哈、嗯，不一定要讲对，不是，就是这个你们还是要经过证实啊，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不能全信嘛。我听说是这样，嗯、好不好？他这个车有几个特点啊，哈，一个就是来的时候把前后拉杆都帮你做好。这边有一个三角形的拉杆，好，它把你的结构都做得很好。还有一个，你去看后面还有一个拉杆，那个是最著名的。这台车最重要的特点，哎，对我还没看有没有撞，靠呀。好 ，OK this， 你看这边也是，你看，你千万不要动，有没有？哎，看到你怎么的 Z 的脚踏垫，你怎么 Zedo， 对吧？哆啦 A 梦 Blue Zedo， 嗯，这嘛是 Super。Super 是超级星期天啊，宝利干那你呼我，今天七龙珠是 Super 啊，孔子的中心思想四个人，你看他现在很多种跑车的那个跟上次 M5 一样哦，他们的后车厢开关都坐在保杆上缘，他这有一个挂钩可以拆下来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根那么粗的拉杆帅不帅？超帅，这根呢、啊，它的那个350Z 也有一根，它是方形的，370是圆形的，它、啊、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排气管呢、欸？跟你讲，这台车今天出来就是要卖的。好、哦，看小师长知识，看了小师一连串看了40几集的，你要卖多少？应该有学到点东西了吧？啊、当你出来车子在估的时候，看到后面东西在这样车上清得干干净净的，剩一些垃圾，你就知道，好、哦，春班的洗金奈的洗被处理了呀。就跟这个有些女生一出来约会，嗯，对不对？内衣就开始穿龟速威，好、哦，上面跟下面整套的嘛，上黑蕾丝，下黑蕾丝，这个配包啊，跟保险套，好、哦，一出来等下出门都是去哪里都是哪，好、哦，都是被出力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出来约会，对吧？所以下次你跟女朋友出来，女生出来约会，哎呀，哎呀，吃饭，吃完饭说，哎。请问一下啊，你今天是穿整套的吗？可以直接问吗？啊，看到吗？如果听到上下是不一样的时候，哦，你就知道今天没局了。好，要不然就是下次一出来就先问了。然后，哎，啊，你今天敢穿龟书诶？直接问吗？对，直接先问了，再决定今天要去哪里呀、啊？看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知道有没有局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男生出来就是哇哇 ，Kevin Klein， 不是男生是这样啊。只要妈的遇到女生有没有，一定都是备战状态的啦。不要说保险套啦，哈，上面那家马卡啦，哈，还是这个威尔康啊，哈，威尔柔啦，哈，三角全部都带在身上了，有没有？對對對啊，连那个矿力洗杯、电动塑胶篮、双头龙、三头龙、八头龙，全部都放在包包里都带出来。不用吧？啊，不用是不是？好，哎、欸，干总讲那么远，花了5分钟在解释穿龟书的、穿整套的问题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有女性观众越来越多，哎，我有看后台女性观众的那个比例有上升，所以我们讲话是不是要稍微保守一下啊？还有一些说，哦，我跟我3岁的孩子看你的影片看得很开心，我说我看3岁可以看吗？哎、欸，没撞啊，好啊，看完了啦，哦、这个是贴膜的，哇，这个这排字真的是看了就赏心悦目，舒服。好吧，我来发动一下，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排气管的声音。哎，不销魂吗？这还不销魂？这个真的是哦，处处是细节哦。你看它这个是银色的，这种很有质感，不是那种电镀哦，带一种灰银色，然后包含这个 iKey 的锁门的按钮哦，真的都做得非常有质感哦。再加上这个车主的点缀哦，侧边的这个贴纸哦，还有这个 B 柱卡泵跟车顶的卡泵的这个尾翼的这个点缀，你看它这个当初最著名的就是它侧身的这个线条，它的侧面的设计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它上面切上来之后呢，后面这样卸下来，有没有？它这个很胖的这个前面跟后面这个非常夸张的这个轮毂，其实它轴距非常的短，2.5米左右而已。你去查数据，其实2.5米在轴距上来讲算短轴距。哦，搭配它的后轮驱动，它开起来其实是很流利的，弯道演武者，弯道演武者
不知道是不是说他，我也不晓得了、反正就听到影武者听起来就好像很帅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他刚才跳金城武敢换的我，你看朴春清人应该怎么样？哦，还有金鳌炸，你看见没有？十里爬西千团，在分手的夜里依然爱着你，你该不该从我怀抱里？你看见没有？看呐、啊，考不倒你呢哦。慢点会吧。有，好像有听过。刚才你妈犹豫，我刚刚在想是什么歌啊？但是我以前金城武，他有唱过、哦，演过。我要去跟客人讲了、因为我在这个讯息中已经有问他想卖多少钱，那他有告诉我说他想卖50万。坦白说，这个车目前市面上我在猜啦，因为我看大家好像都卖50几万、卖给客人哦、不是车商收50几万哦。我知道。大家卖都卖50几啊，那他卖50，所以基本上听起来我就没戏了嘛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这个车我也没买过，还没得嘛。所以我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用50万来看你的车况，如果说有需要花费要让我递减一下，我会考虑有兴趣想要买回来拍个片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试试看这样。所以他也说 OK， 那我开去给你看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50万为一个基础来扣除。那你觉得我要扣什么？中控那个对嘛，中控还有什么轮胎嘛？轮胎我看一下后面，你、在后面19的，我要19寸，对，而且胎用不错的胎。坦白说要讲4颗也可以啦，因为19年其实也已经剩5成了啦，6成啦，因为一个轮胎我们在抓寿命大约，我觉得3年以上4年就开始在陷入一个危险的状态，尤其又是这种，而且它又是后驱，马力那么强的车后，所以它很聪明啊，它把这个比较新的放在后面啊。哎、它有没有前后配啊？245/40/19，275啦，359啦、所以比较薄，比较宽啦。好、这前后，275很宽哎、你他妈，你有听过哪台车我们估的有275？245、255就很多了。我的都没有了，对。你看那你上面拉上去啊，你在跟人讲哎哎。你看，我还跟我妹去讲哦，让你2根红绿灯。不用啊，你让我3根我也追不上。对，3根哈。对，妈，你有自知之明就好了。好，我去跟客人瞧一下哈。好，不要跟过来脏东西。Coco no kana， 你的爱是太弱。你哭了。唱歌就是一句啊，无堪唱会出来。我也知道。要唱嘛唱不出来，要哭嘛哭无目屎，也都免唱嘛，对吧？一句了，最后我们成交价格45万，应该 OK 了啦。那我刚刚也去问原厂，原厂换那个中控台是4万，那材料要定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我们要的只是它肉体而已，内在我们其实还好而已。对。好不好？如果我这次讲了，我们这个3点多趴的女性粉丝们，对不对？你们得到我人，也得不到我灵魂，所以如果要的话，就来得我人就好了。好，灵魂就不要带走，好留着，好不好？我老婆还要我灵魂，所以这个就一样。我们只是要她的肉体而已，所以内装这个 OK 啦。我跟你讲，不曾有过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一个女生，When you meet her first time， you 不禁会发生一。发出一种哦的那种哦生理反应那种感觉，我不是哎、看你不要想要生理反应，就是不是我没有啊，对 我说的是那种就是扑通扑通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扑通扑通，那个日文叫什么 ？Doki Doki 啊，对 Doki Doki 啊，对，你上次那种感觉是什么时候？看到彭于晏？看到是吧？雷神说了，看到雷神说了是吧？哎、你是确定看到雷神说了，还是看到弟弟？看到他的锤子，好，看到他锤子，对不对？不是雷神说我是那个穿一个三角裤，然后很大一只，然后跑到人家房间这样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一组？好像有。有一些车子你真的美美哈，怎么又讲到阿比亚？美美，你看到一些汽车杂志啊，网站上面啊，这个很漂亮的这种汽车沙龙照，有一些车子哦，以前我们小时候还是没有钱的时候，很穷的时候，2009年12年前啊，我们也是穷小子一个，不要说到三餐不济啦，这个也没有在多好过的时候，跟他出去出社会领个3万多块薪水，对不对？阿伯吃，阿伯用，阿伯爬起啦，阿伯冲啥？看闹高用，要不是凭着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姿色，还勉强可以撑得过去的话，你如果我们今天对不对？那个钱就不够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好，我们不要讲太直接。我们的第一次
3700D， 今天就一估了，2009年的，好，最后成交金额450,000。我讲啊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再宣导一下好不好？开车也要戴口罩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如果哈，以后这个车我们检查完要出来卖的时候哦，这个男士们欢迎来买，你知道？你可以跟你老婆讲说，哎，这个我买一台这个车哈，因为只有两人坐嘛，好，所以才不会群聚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合理哦。哦，紧绷就两个人而已嘛，好，我们绝对不会超过两个以上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这样才安全嘛，好不好？我带你出去游车河啊，我们去海边，哎。现在我在想，开汽车出去兜风已经算是一个防疫之下要出去散心的方式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已经最低限度了吧？骑摩托车也可以啦，可是骑摩托车你还是暴露在空气中嘛。好，你有关在内底，家家你休息，窗仔拢卖开，对吧？保证没问题嘛。对。好啦，那这个今天的370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拜拜。已故了啦。我看啊看啊。I got no drip in my pocket. Must have forgot it, or maybe I already lost it. Don't got enough to go cop it. I'm about to take off like a rocket. Houston, we might have a problem, but that don't mean money will solve 'em. No, that don't mean money will solve 'em. Woke up dreaming other commas, and I got $100 in my wallet. I've been trying to make it, do it for my mama. Ain't with the faking, never with the drama. She said that I'd make it, now I gotta honor that. Replace a Honda with a fucking Model X. Replace my exes with a couple models. She act out of pocket, now it's just a problem. I got it, I got it, I got it, I got it. No, really, don't worry. I don't want no Burberry glowing like the sun, or maybe a little Mercury. She went like I'm Booker, but nobody ever heard of me. They don't got 5-0s, do not say word to me. Nah, but really, really, y'all been acting silly. I could care less if you fucking with me. 现在最难看的一部纪录片是什么？纪录片，纪录片最难看的一部纪录片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月薪娇妻。哦。啊，不是，不是啊，我说的是这个事情的本身，我没有在讲那两个人了。史上最难看、最难看的一部纪录片就是《月薪娇妻》哦，理智啊，理智，不准看啊，好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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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抵制《月薪娇妻》以外，抵制什么？你知道吗？Switch， 妈的，抵制 Switch， 不是 Switch 啦 ，Switch 也抵制任天堂啊，干 Switch 吧 ，Switch 的任天堂力，啊对啊，公司、啊，健身环呢，健身环啊，有没有？哎，新人节啊，有没有？他坐在那边，啊，有一只小兔子，有没有？不，刚才那 YouTube 广告打很凶啊，然后那个新演员是那个超级玛丽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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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，啊玛丽，你还来来来，哇，好不好？抵制啊，Switch啦，什么健身环，抵制啦，抵制啦，抵制，说抵制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谁最好你知道吗 ？Yuri 讲最好 ，Yuri 讲，哦，啊 ，Yuri 讲最好了，好不好？支持 Yuri 讲，支持支持，哎 ，Yuri 讲，是吧？是 Yuri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是 Yuri。上面小百合嘛，小百合对啊，我还有追踪他 IG 哦、喔，白石茉莉奈，然后白石白石妈妈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、啊，他妈的白石，是50块那个，他妈的50块硬币，不是，不是不是 ，Yuri 讲阿姨好不好？开 Juke 的那个阿姨，对对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阿姨啊，阿姨最好 ，Yuri 讲最好了。